到我了，途径快餐店，遥望着窗边不远，看到一家放声欢笑，怀念家中的那份暖，回看每一天在忙碌赶路拼搏，努力添辛劳达到社名。在我回家那一秒，能量立即满泻了，全部烦脆再发现，灵魂随烦香飘。家里父母孩子也相似，如像漫屋的天使，幸福感到发光普照。这家中将重生。